伯，见到你真的好开心哦。好，这位是 Nila， 嗯，今天他就是我们的一日司机，没有啦，今天乱司机一下。不用。之后我们会有一些企划，会跟他有蛮多接触的。当然去啊，已经定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上车，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是怎么回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家台中的奇汉车业，我们这次上马力机刷电脑的地方啊，然后我们还要改了一些东西，等一下就来看一下我的车变成什么样子。所以现在冷车的问题解决。解决没有那个冷启动了，而且我们在刷电脑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冷车会提速很高那个很大声那个啊，那个我们都把它关掉，因为其实那个会去伤害到凸轮轴，是因为我们冷车的时候机油都还没上来，是它就已经转那么快，那其实对凸轮轴其实是蛮伤害，非常耗损。对，那长期下来你也知道，那个一定久了就会焦啊、虾什么的。我懂。对，那所以现在我们发动就是跟车发动一样，就是正常怠速，它就不会让很大声，它也不会让我扰民啊。对对啊，因为那个真的变道原厂那个真的蛮大声，真的蛮大，而且你现在如果改排气管，那个更大声，那个真的超大声。还好我家附近比较空旷，你也知道嘛，没什么。会不会说现在的温度跟以前就是引擎的工作温度会差很多，还是说现在温度会比较低，就是反而还比较低？对，因为你全通了，排气管全通了，那它也不会把热一直积在那个头段那边，所以你的排气行驶是正常的时候，你在骑的时候温度大概在80-90度，降低多少？对，就是你正常都一直在撞风的状态下，它就是定在差不多80-90度那边。所以它原厂的风扇转的温度点你也没有特别去一样，因为它这个原本就已经都设计好了。对，所以其实它的风扇开启的时间是都是一样固定，对，它一定是到100几度之后再开，那降到98度就关起来。那因为它要保有它引擎的工作温度，所以它也不能说让它提早开太多。那 SR 像我们在力保这样测啊，是你只要一直是在冲刺的状态下，都是定在80几度而已，其实它温度还不会说变太高。对，所以其实都还蛮安全的，叫做。因为我们的刷电脑，我们有延转。我们最后断油是变成12,200才断油，现在是刷完之后变成12,200才断油。如果你要把仪表界面换成是16,000转的时候，你要再去刷 M 的那个排气画面。但是我觉得不太需要，因为你不可能一直拉到那里。如果你没有常常拉那种高转，其实你不会去 care 到那边的话，其实都还好。一般我们不太会拉到那么高的转速。对，那你如果想要有，也可以单纯刷那个转速的就可以了。可以刷到，你就打开就变成16,000。它标题就是16,000，标题就变16,000。如果像上马力机写电脑，跟一般的罐头电脑这样写下去，它最大的差别会差别是什么？因为像 SR 这台车，它没有办法用罐头的程式下去丢，因为它程式里面它有很多内码，而且它每台车在编程上都不一样。对，那编程上不一样，你如果用罐头丢，就会像之前很多灾情，刷了然后。这台发生什么事啊？这台发生什么事？每一台都不一样，因为它都是丢一台车的下去给每一台用，所以每一台车你出来的状况都不一样。是。那这台车它一定是专车专用。是。所以你刷一台车，然后你去做调整，而且每一台出来的可能先天体质，它组装精密度跟公差其实就会有一些差异。但是 SR 真的还蛮强的，它的差异大概就是控制在3P 内。我拉这么多台。都是做这样同样的配置下来哦，你的差异不会说差了5P 10P，不会，它就是大概就是3P 而已。你这样子的配置，你拉18.6多，那才拉18.7多，那之前还有也是大概就是在18.6、18.7、18.8，就在这样很稳定，其实蛮稳定的。它的公差真的还蛮强，应该没有在外挂电脑，没有外挂，没有外挂，没有外挂，现在都是直接用内线。对，现在的车你用外挂的，其实它已经跟不上现在原厂电脑计算的速度了。对，而且你现在的车你也没什么空间再去做外挂了，因为都密密麻麻的。对，所以现在内协很强了，都直接用内协。
到很多牌子都有了。举起来哪边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嗯，对，都可以跟我讲。好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跟工程师沟通，看你要怎么修正。对，但是现在目前我们弄这样子举起来都还 OK 了。OK， 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特殊要求的点。如果真的有，那我们再看一个方向。